兄弟们大家好，我大炮啊，对吧？有钱不买收音机，就听大炮吹牛逼。今天继续给兄弟们带来一个三公天花板的一个剑会的一个比武录像，好吧？三公极限大客对面的一个风阵，好吧？胡打风，第一回合对吧？化身直接烽火难言搞起，好吧？来，对面是罗神木宁，好吧？双红喜，好吧？两边都是面山的一个队伍，对面多一个辅助，金刚烽火难言，女儿熊拉烽火，金刚应该是两个飞机。两个翻江倒海，对吧？宝宝一刀直接，我跟你说，宝宝怎么说？一刀直接神，伤害怎么说？非辅助三千，非输出。我操，这宝宝我一刀都扛不住，还没吃饭呢，兄弟。你看这四多年一个超飞下三个宝宝，就如果说这个宝没有神的话，一个超飞飞三个宝宝，我操！虎头位，你下一回合直接换魔镜激发，换须弥都可以，真的扛不住。对吧？你辅助防御高没关系啊，你会贴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非辅助才飞一千多，贴过去贴两千多。我靠，还有一把破碎无砖，我真的，里皮在跟大，我跟你说，风阵大克，被大克真的是太舒服了，风阵真的。风打虎是真不好打，虎阵。这个极限大克伤害太高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这伤害是真的，鬼都顶不住，对吧？清掉十多年的宝宝还好一些，十多年换须弥、换魔镜激发都可以，对吧？就怕宝宝不死，对吧？直接接罗汉，很聪明，对吧？他这边换须弥，看这边换须弥就亏了，换魔镜激发就赚了。看一下这边换的什么宝宝，顺势而为，对吧？这把没有人能出手，宁波城被封，斯多宁踩轮子。按照道理，对面打这边也好打了，对面这个斯托不能这样打，你知道吧？对面这个斯托啊，得打面山，得飞起来，你不飞起来下不了宝宝，对吧？你破碎无砖，这妈铲上面配出这么多，对吧？又有小马，又有小孩，对吧？小马一顶，小孩一开，对不对？拿个龟速拉一下，驮个一飞机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化身有空，我看一下化身几速啊？有空水一下这个驼子就行了，对不对？这不很简单吗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对面斯多宁应该肯定是漫天套的，对吧？漫天套的斯多宁，你不变身，感觉兄弟，你再不变身，感觉这把 PK 打完了，你这个身都不怎么好变出来啊。有机会变身赶紧变啊！你不变身，我靠，那飞神灵吗？飞六千，真的扛不住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伤害真的扛不住。哎，这兄弟还是没有加魔镜激发的。我跟你说，OK， 高年。打卡苏帆寸，卡苏帆寸防御还是可以的，中大死完了，我操！哦，对面是简单先生，那就是简单哥那边的一个实战队啊，应该也是个实战队吧？刚刚才看见名字，简单哥说句心里话，真的，钱没少充，打没少挨，真的。OK， 这边直接顶着罗汉换须弥，对吧？多秒500是500嘛，对不对？金涛，多秒500是500，金涛2700、2800伤害也可以。主要是要看两个驼子，这两个驼子才关键，对吧？风卷伤害也不差，就是说你一定要飞机亲宝宝，你不亲宝宝，对吧？你本身对吧？关键翻人物伤害已经够高了，对吧？你不亲宝宝，你还要承担这个宝宝的伤害，你根本扛不住这个翻身山中大齿丸倒地这一把，对不对？三攻能出手了，兄弟们，女儿圈风宁波城没封中，宝宝一解三攻同时出手，积极思密达退休，好吧？牙村盾没有盾，砍两刀吧。
好吧，也就是砍点刀吧。这大斧头，我操，真的。真猛啊，兄弟们！被虎针大克，兄弟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真的，伤害太高了。面对虎针大客毫无办法，真的打这种东西啊，我跟你说打三公还是像本来那个队一样得开地震，我跟你说辅助开门出虎才行，开地震带盘丝洞，我跟你说盘丝加女儿或者盘丝加翻寸，对吧，你这种阵的话真的没有什么用，扛不住啊，年初四吧，对啊，163顶多也就按照概率学来说163顶多也就出4吧，这个时候观战番出了两个可以守尸体的宝宝，业务精神的宝宝，两个宝宝的话能打2000多点血，所以说对面想吃寒也吃不起来，这妈的骨头又是多，伤害太高了，真的把对面拉起来人来，正好这两个宝宝能守尸体的，没有用的。OK， 里皮直接劈死。